哎，因为那天我老爸忘记带钱包，今天再来为大家写四个春联。OK，老爸下笔。他写给大家看的是居安思危，那你看他的下笔多么有神，他是我的老师啊，以前教导我，所以我很感恩他。他今年已经80多岁，不过看起来好像60多岁这样啊，跟我好像兄弟一样。居安，哇，真的是功力深厚。最少有60年的书写经验，所以我很崇拜我老爸的诗，啊，我向他学习，非常快，速度非常快，好像100米赛跑一样。哎，老爸，跟大家请个安。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啊，居安思危，谢谢。OK，红书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啊，感谢你们的收看啊！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就按个订阅啦，支持红叔一下。OK，红叔，红叔说声谢谢你，拜拜。